这次的袭击在徐一鸣的心里画下了大大的问号，这个地方只有他和邓凯知道。徐一鸣意识到，也许他犯下了天大的错误。给你做的西装底子做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明白。你那个情报是怎么得到的？我是从我的一个老乡手里买到的，他是保密局的。你是说我们内部有叛徒？难道你怀疑邓凯就是吴其人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你怎么一直怀疑邓凯啊？我怎么就不能怀疑他？我请求见一见咱们金庭淮组织的最高领导，我想为咱们党做更多的事情。叶深可能把咱们出卖了。证据呢？证据我没有，在康清风那儿。金庭淮说叶深叛变了，金庭淮让我带你转移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是陈如说的。对啊，陈如不是金庭淮。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走吧。8:03之后，会有一个女人，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手提包，走出西院，她就是金庭淮。见到她之后，你一定会很惊讶的。切记，格杀勿论。明白。切对金庭淮组织最高领导人刺杀行动下一步另行通知。不知道兰兰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没问题，这丫头机灵着呢。啊，好，小姐，您稍等。给您。行动。朱辉，别开枪。
奶奶，怎么了，兰兰？吴先生，你从回来一直不说话，一直在洗手，你手怎么了？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我的命令都可以不执行了。我没有不执行你的命令啊。我不让你开枪，不让你开枪。你为什么要开枪？为什么？啊？吴先生，你跟我说有一个拿红色手提包的女人，就是金庭槐的最高领导人，我是按照你的命令去执行的呀。你有脑子好好想想行吗？好好想想行吗？金庭槐的最高领导人能是叶兰吗？用屁股想也能想出来，不是叶兰呀，叶兰才20岁。吴先生，你是领导。你下了命令，我就要执行了。你既然知道金庭槐的领导是陈如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怎么执行任务？再说了，那个叶兰本来就跟共产党有联系，我就杀错了，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。继续说，继续说呀，继续说呀，你倒是说呀！过来，过来，把手洗洗，好好洗洗，我帮你洗，我帮你好好洗洗，我看看还有叶兰的血吗？看看还有没有叶兰的血，有没有血？手上还有叶兰的血吗？告诉我还有叶兰的血吗？有吗？起来，滚滚，我有。我手上还有血，我有血，我要洗洗。哎，我得洗洗，我得洗干净。哎，我手上还有血。哎，我要洗洗，我必须得洗洗。对不起，淑慧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责怪你，你干得很好，真的好。你把徐一鸣也给杀了，干得好，做得非常对。其实我没别的意思。就是希望以后你做任何事情要多动动脑子，要多动动脑子。
别像何一鱼似的，像何一鱼一样自作聪明了。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。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杀掉陈如，杀掉金庭槐。金庭槐组织的最高领导是陈如。什么时候动手？你别太难过了，一晚上没睡了，你也吃点东西吧。我真是不该让他去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他还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去呢？你别太自责了，这事要怪就怪我，我当时要是坚持一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陈若，这是个陷阱，对吗？那就说明，你作为金庭槐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应该没有。我想他们只能确定，金庭槐是个女的。那你要小心。吃点东西吧。你别坐了，凉了，快！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跟陈如姐结婚啊？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你给陈如姐做伴娘好不好？嗯。你快喝呀！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不合你胃口啊？要不然我再去给你弄点粥。医生，以前每天早上，兰兰都会为我倒上一杯热牛奶。甚至怪我说，因为我的原因，让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。可是，陈若，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，我不能告诉妹妹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。我能理解，我都知道。我本来想。
我本来想，江都马上要解放了，等解放的那天，我要带着兰兰，带着她走遍江都市的所有的大街小巷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，告诉所有人我的真实身份，兰兰一定会很高兴。爷生，我想兰兰她已经知道了，她哥哥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想在她心中，你就是她的好哥哥。别再难过了，你得振作起来。我想兰兰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呢？你放心，我会振作的。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我们要一起迎接江都的解放。可是真如，我一想到马上要解放，可是兰兰等不到这一天了，她等不到这一天了。今日抵达江都，面见江明忠，兹授权吴其仁监控江都守军动势，若江明忠萌生异心，吴其仁可酌情自行处理，斩平一切江都共党余祸。倘若江都沦陷，吴其仁需利用可行条件，以共党分子邓凯身份打入共党内部，潜伏下来，配合我军再次反攻。你好，你好，感谢特使前来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啊！啊，啊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坐。这是委座亲自签署的。啊，感谢特使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不客套了，开门见山吧。啊，你说。
这江都是西南的门户，进出成都都得依仗他。非同小可，你的责任重大。是啊，我这次来也是要看看你的决心。我一定竭尽全力，效忠党国。共党就在对面了，而且集结已经结束了。敌人强大，江师长，怎么个战法？我将率领67师全体将士严防死守。傅作义当时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乖乖的把北平送走。别忘了，他可叫傅守城，可结果连个北平城都守不住啊。江师长不用紧张，你只要以长江天险为屏障，一定要死守。我想共军不可能通过江都的。是。说到这个傅作义啊，又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。据说你的心腹爱将是个共党。是。是。他昨天被打死了。好。很好。不过我还听说，除了他一个共党外，还有一帮子人，他们都在计划着叛变投敌。江师长，你一定要小心呐。特派员的意思是，共党很会渗透的。还要潜伏下来？是啊。可是，一开始不是说，只要咱们干掉金廷槐，就能回去了吗？回哪儿啊？南京都已经沦陷了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如果我们想潜伏下来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，金廷槐。如果咱们潜伏下来的话，金廷槐怎么会是障碍呢？金廷槐只能够帮助咱们成功的潜伏下来呀。那就是康清风。没错，康清风现在被江明忠关着，我相信他现在什么都没说，但是南京派的特使已经到了，去找江明忠了。我怀疑特使一定会让江明忠放走康清风的，谁能知道他以后不会说呢？康清风，我会让他闭嘴，而且要快。那李道生他们呢？要不要一起做掉？李道生他们我自有安排。证件。谢谢啊。放心。康站长，对不住了。是吴其仁派你来的吧？你猜对了。吴其仁接到潜伏的命令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要不然也不会派你来杀我灭口的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别怪我了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何一鱼是怎么死的？许一鸣杀掉的。错，是吴其人为了掩盖他的身份，把他出卖给了共党。你有证据吗？我当然有了，我有吴其人向上边报告的文件。你怎么会有吴其人向上面报告的文件？你以为我们情报组就那么信任吴其人呢？文件在哪儿？我把它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保证拿给你看。放你出去？朱组长，难道你就一点没有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吗？朱辉啊，你比我还了解吴其人，他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，这你比我还清楚。难道他就不会为了灭口而杀了你吗？朱兄弟啊，既然已经下令潜伏，就说明大局已定，你何苦为了已经输了的棋当棋子啊？你真想和吴其人成天过着提心吊胆、人不人鬼不鬼的那种日子吗？那康站长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啊，朱辉，朱辉啊，我在江都站这么多年，我手上还有一笔储蓄，我把金条封给你一半，你大可放我一条生路，等解放军打到江城的时候，咱们就弃城而逃，各奔东西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背叛党国？党国早就完蛋了，谁还管保密局呀？到时候你拿着钱，你要上哪儿上哪儿，你去哪儿都是富翁，用不着再过那个见不得光的老鼠日子。朱辉，可是吴先生要是知道今天你没死在这儿，那我……哎，你就告诉他，就说你假装答应了我，等你拿到了那个文件以后，就把我给……你就不怕我真这么干？你要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吗？你要三思啊！刘部，就看你的了。请放心，特使。请。他们走了。吴先生，您看了特使带来的密电了吗？看了。我实在是想不清楚朱辉为什么要背叛我。所以说局座料事如神，他让特使提前释放我，然后让您派朱辉去杀康庆峰，又让我做了见证。我还是想不明白。哎，你说康庆峰是怎么说服朱辉的？我来江都的时候带了份绝密文件，是局座让我带给康庆峰的，好像里面有您的工作汇报。哼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啊，你我只不过是局座的这盘棋里的一个棋子，真正下棋的人是局座。吴先生，我和我的手下遵照局座的命令
和吴先生您一起潜伏下来，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您一个人的调遣。哎，可不要这么说，你我都是局座的棋子，我们要尊重局座的意思，把这盘棋给下完。一切都听您的，我会给您一份潜伏下来的小组名单。好，吴先生，康清风说他有一份您身份的资料，让我放他一条生路，我欺骗了他，把文件给拿回来。好啊，毛局长就是毛局长，就是用这些东西让我和康清风两个人互相掐架，他让哪一家都不能做大。高啊！哎，康清风的尸体呢？沉江里了，我想等尸局稳定了再捞出来烧掉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知道。这个文件你看过吗？没看。真没看？属下跟您这么多年了，还用偷看吗？没你说的那么邪乎。你也是我现在唯一一个能够相信的人了。坐吧，坐。昨天从南京来的特使，我见过。他交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，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们不用潜伏了。不用了。真是大事，您说。去见江明忠。如果能让江都几十万老百姓免于战火之苦，为了六十七师的兄弟们能有一条退路，这个头您愿不愿意低呢？他们都在计划着叛变投敌。江师长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江伯伯，我就希望您能够带着六十七师的兄弟们临阵起义，带着他们昂首挺胸地走出江都城，到那个时候您就是江都的功臣，是整个中国的功臣。共党很会渗透的。江市长，你是朱组长？康清风被抓起来之后，你不是？你以为我跑了？今天来要是问康清风的事，我只能告诉你被劫持走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康清风不重要。那朱组长今天为何事来？是时候让我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。什么？什么身份？在下吴其仁。去见江明忠，告诉他你就是吴其仁。
我当吴奇人？吴奇人，你江市长，请你冷静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你杀了我的儿子！不是我，是潜伏在六十七师的共党。你这个混蛋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说这个？我有证据。江公子身上的那颗子弹，的确是康清风调包了不假，可是康清风自己都不知道那颗子弹是从谁的枪里打出来的。江公子就是死在这颗子弹上的，可是这颗子弹是从这把枪里打出来的，这把枪的主人不是我。这枪是谁的？六十七师的少校参谋邓凯。是他。邓参谋，这么晚你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啊？陈小姐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你就是我们的同志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承认的话，那我就太失望了。其实跟你说实话，当初叶兰还有徐一鸣他们牺牲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旁边，但是我没有本事也没有办法去救他们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了。这个时候金怀组织需要你站出来领导，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如果你还退缩的话，就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没有退缩，只是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是我不好，我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实力。我知道你和叶兰的关系，对不起，你也不用太自责了，你没有站出来是对的，因为你还要继续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并不想跟你谈这些，我约你出来只想告诉你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。江市长，六十七师高级军官的配枪都有编号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你可以找人去查。可能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，邓凯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者，而真正的命令者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。谁？金廷怀的最高领导人，也就是您的干侄女陈如。思念停留在梦里，像风雨，像留给我带不走的记忆。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是浪漫，是逃避，是默默的哭泣。思念停留在梦里，但惊喜想靠近，却在无奈中离去。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像泪水淋湿我所有记忆。我想问你，有多少欢笑值得你回忆？